今天兵哥又安排榴莲了啊，看看这个榴莲咋样，瞅着挺好看的。那天把那个榴莲当垃圾扔了，给我心疼坏了。哎呀，看一看，哎呀，这大肉不错。哎呀妈，哎呀妈呀，老公扎定啊！我再来一下子看看。哎呀，哎呀妈，太漂亮了。这个太给力了，我先来这个，就这个稍微小一点，老公先来一口，甜不甜？白瞎那天这么大一块肉啊，家人们，让我老公当成垃圾给扔了。好吃，不是甜，甜糯甜糯的。今天这脂肪肉，今天买的更好，这个更好，真的更好。我们今天。下雪了，家人们，你们听说过？你吃呗。你们听说过五月份下雪的吗？我们满洲里今天下雪了。哎呀妈！喜欢我们小两口的家人们，赏个小心心呗。榴莲，看看能不能上热门。咱家头前排那两个都上热门了。